嫂子来了，大家都问的啊，那个帽子。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出镜率非常非常之高的一位，这位选手来自问香坊，价格是20块，他戴上去就显得这个脑瓜可小了，是有那种感觉。这个也是老林经常戴，他把这帽子撑大了，所以说现在我戴起来非常之宽松，也很好看，就是很百搭，你配啥颜色都好穿。20块钱有啥自行车，这不多好看。 Hello， 下面第二位选手也是我带过的，看门都带起球了，他的名字叫 IRING 帽控，然后大概也是40-50块钱，这个标是可以取下来的，很有那种感觉啊，有那种 rap star 那种感觉啊。 rap star 吗？下面选手有这个吧，这是 MLB，这种颜色真的是很显气质，很韩，很好看。然后上面也是一个就比较经典的跟蓝色 LA， 我发现这个米色跟蓝色搭在一块儿就是得劲，就是狠。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，是不是女生不洗头的时候都喜欢戴帽子？没错吧？然后下位选手是这个线帽，这个选手来自印叉叉，没有，我就喜欢这么戴。本来是说让老林也戴，结果老林戴不上，能戴上略紧。是吗？我真能戴上。来试试。你给我，你先说下一个。这个来自问香坊的一个另一位选手啊，也是10来块钱一个发带，但是它比较宽的这种，就显得更像是个帽子。就是你油头的时候，你还怕这块脱发。你笑啥？没事，你怕这块脱发闷得慌的话，你就可以戴这种发带这种的，就是。你把我的头推开。啥意思？对。就你是戴这个，你头发往后这么一扎，扎高马尾啥的，也挺好看的，挺飒的。对，挺运动的，挺那个范儿的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可以指。这个店铺我给大家放出来啊，这个我觉得他们店铺模特长得挺好看的，谁不喜欢美女呢？这样也是一个毛边的渔夫帽，这个帽子戴上去也挺好看。对，你现在春夏配这种浅色的衣服都老好看了。我这是配了个黑的，我没给大家换啊，配浅色或者牛仔衣什么都。试一下，配这种颜色的衣服。这不行。这不行。然后这个也是20来块钱，28-29吧，好像。有时候咱就得多花点时间去那个店里，多找找那个相中的款式，多淘一淘。那今天帽子的分享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